今天要带大家看的是一套两房两卫公寓，它位于伦敦新金融城金丝雀码头，面积 78.4 平米，附送阳台32平米，和我一起寻美宅看世界。伦敦金丝雀码头云霄贵宅，我们走起。项目由两座地标性的楼宇组成，以其极简的外立面、精致的内饰和大胆的室内配色而闻名。每间公寓都有着超大的私人花园，已经成为了金丝雀码头的地标住宅。步入大堂就顿觉气派不凡，处处打造的精致绿植在光影的相互作用下带来了最佳的感官体验。24小时礼宾团队随时待命，给予了住户独一无二的专属礼遇。从屋顶花园到豪华露天泳池，精致优美的植被随处可见，感觉仿佛身处在东南亚奢华酒店，享受着美好假期。顶层的空中花园种植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树木和植被，这些绿植随着四季变化而展现出不同的色泽，姹紫嫣红，让你感觉踏入了皇家植物园。健身房、水疗中心配有最先进的设备，电影院、走廊、会议室的大胆配色致敬了项目的冒险家精神，将公寓奢华和乖张的态度推向了极致。今天我要带大家看一套位于46楼的两房两卫的公寓，室内面积 78.4 平米，赠送阳台32平米。室内装修啊，将复古与优雅相结合，绿色的橱柜打造呼应了窗外的郁郁葱葱。厨房设计别致，精心配置的玻璃橱柜融合了功能性与美感，天然大理石和木材材质的精湛组合使得整体空间愈发华贵典雅。浴室以经典的现代瓷砖点缀，微妙的配色匠心独运。32平米的大阳台让你独揽伦敦这座城市巅峰的最美景观，全景落地窗最大化了视线，让整个公寓沐浴在充沛的阳光之中。